茶会。那其实大同的地域真的很广，那像我们现在同一个长辈有到四季热水部落啊，然后像是我们隔一座山的韩溪部落都有我们服务的长辈。那这八年来其实就是很多善事的一个支持跟帮忙，还有很多义工的支持跟帮忙。像我们有一群义工大哥们，他们是住在平地，那他们都会特地每个月上山去帮我们访视，然后有活动也都会特地到山上去接长辈下来参加活动。那因为有这么多人的帮助，让我们的大同站呢才可以很顺利的一些执行一些我们的服务。那我们在此呢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茶香园民宿的老板，他每次都是出钱出力出物资，然后包含茶熏蛋啊，或者是像今天的场地啊，他都不遗余力。那最近的端午他也捐了粽子，希望给我们的长辈就是更好的服务。那非常在此谢谢大家，也期待大家能够更关怀支持我们偏乡部落的服务支持。谢谢谢谢老板，要不要